事，首先我都介紹下先咧，就係我哋立法會議員啊郭佩凡議員咧。等陣等，啱啱隨住嚟，係咪？OK， 唔該。OK， 好，各位記者嘅朋友，大家好。咁啊，我哋首先介紹下我自己咧，我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亦都係經濟事務嘅發言人嚟嘅。咁咧就因為咧係政府咧較早前咧發表咗旅遊藍圖，咁但係咧我哋認為咧就旅遊藍圖裏面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細節咧都未係見到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較早前一段時間咧，亦都透過渠道去同業界去接觸咧，我哋就做咗一份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嘅建議書，喺我哋民建聯嘅呢一份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嘅建議書。咁啊，呢份報告裡面咧，亦都係本着四大嘅政策原則，亦都提出咗十二項嘅建議，共有37項嘅實際措施嘅。咁我哋今日咧，其實發布呢個記招咧，就主要想扼要咁同大家講一啲重點嘅我哋建議嘅措施，希望咧政府咧喺執行佢嘅旅遊藍圖嘅時候咧，能夠採納我哋俾嘅建議，特別係一啲細節嘅建議嘅措施上面咧，能夠可以聽到我哋嘅聲音。咁或者咧，我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咧，其實有幾位同事同我哋一齊去介紹呢一個嘅旅遊業發展嘅建議書嘅。首先咧就係、是我哋立法會議員同事郭佩凡議員啦，跟住咧就有我哋深水埗嘅區議員鄭永信先生，咁亦都有咧我哋屯門支部嘅社區幹事葉俊遠律師嘅。咁咧就我哋事不宜遲咧，或許我哋咧就分開唔同嘅部分，同大家介紹下今次嘅建議書裏一啲嘅重點。首先咧，我就想同大家講講咧，我哋今次嘅呢一個嘅建議書咧，有四個做主要嘅原則嘅。第一咧，我哋就希望做到分流旅客，亦都要做到咧就是、旅遊產品嘅多元化，咁咧就吸引多元化嘅客源。
另外咧就係要全面發展智慧旅遊嘅城市，同埋咧係提升翻香港旅遊業服務嘅整體質素嘅。咁咧就首先我講一講咧，就係話喺關於嗰個旅遊業政府可以扮演嘅角色嗰度咧，我哋咧就認為咧，其實政府咧而家旅遊事務署咧，特別係應該咧係著手去研究喺法例上咧如何可以做到拆牆鬆綁。咁咧，亦都盡量咧係可以咧促進到我哋嗰個旅遊業嘅發展。特別係咧舉啲一個例嚟講咧，就係話將來如果我哋要去發展一啲稍後智慧旅遊城市啦，包括等陣啊郭佩凡議員同我哋會詳細講嘅咧，呢啲都牽涉到有啲拆牆鬆綁嘅要求需要做嘅。關於咧一啲我哋同其他國家咧商討嗰個航權嗰方面咧，都要積極一啲，因為咧因應翻一啲嚟香港比較願意嚟香港嘅一啲外國嘅國家嘅遊客咧，如果因應佢哋嘅需求，係咪應該對於佢哋嚟香港嘅航班去相關去增加多啲咧？呢啲我覺得旅遊事務署其實都應該積極啲擔當呢方面嘅角色。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我哋希望咧政府咧能夠設立一個旅遊嘅大數據設立一個旅遊嘅大數據。主要咧就係要了解旅客嘅行為啦，同埋佢哋嘅喜好啦，從而咧更加讓我哋能夠有效咁了解到而家國際遊客嚟到香港佢嘅趨勢，同埋咧佢哋嘅喜好，咁咧方便我哋咧喺日後咧制定我哋嘅旅遊措施或者係吸引外國嘅客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咁做到。所以呢個旅遊嘅大數據咧，我哋認為係必須要做嘅。咁接著落嚟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就係話關於提升嗰個旅遊從業員嗰個嘅一啲嘅嗰個整體嘅質素嗰方面嘅一啲嘅諗法。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旅遊業監管局咧係將會成立嘅。咁我而家都係坐咗喺嗰個法案委員會嗰度啦。咁其實咧喺立法會嘅層面，我哋都有表達過，今日都可以再講一講咧，就係我哋希望咧，就係話。香港的導遊呢，其實在未來呢，是不是應該可以政府提供都多些機會給他們可以自我增值整體去提升那個水平。其實包括是什麼呢，就是說因為呢未來呢我們可能會有些新的景點例如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可能將來會有故宮啦，那其實去到這些新景點的介紹呢，我們覺得其實參考一些其他國家的例子啦，其實咧，我哋當地嘅導遊咧，佢喺介紹呢啲景點或者擔任導遊咧，可能佢哋都需要去讀一啲嘅課程。咁其實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咧係做多一啲嘅功夫，係吸引啲導遊咧可以自我增值，係做一啲嘅培訓。咁其實咧，如果佢讀咗一啲相關嘅課程之後，能夠額外再俾一啲 Q 乜佢咧，咁佢就可以增加大家對佢個信心，亦都係一個優質服務嘅表現。咁我覺得咁樣咧，其實長遠嚟計咧，係有助提升我哋整體香港旅遊業嘅嗰個服務質素嘅。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多啲做啲功夫，鼓勵嗰啲俾啲導遊咧可以自己進行自我增值，亦都可以讀一啲嘅課程咧，等佢哋可以擔任以後一啲新景點嘅導遊。另外呢就我都可以跟大家講一講，就是那個旅遊業禮貌的運動。其實呢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在整體的旅遊業的業界去推動這一種的禮貌運動。其實呢主要就是如果做得好的一些業界的代表呢，我們都希望以獎勵的形式去表揚它，讓到這些店舖又好或者從業員又好呢是得到嘉許，亦都是有助於香港呢提升我們整體那個旅遊業的水平的。現在其實旅遊發展局旗下屬下有個叫老友記的義工招募計劃的，其實這個計劃很簡單，就主要就是說有一些對於某個行業或者某種傳統上面來講，它是有一定的經驗，就可以透過這個計劃去接受少許的培訓，它又可以擔任義工的導遊。我覺得其實這種計劃都值得多些去加強去推廣，告訴我們香港的市民大眾聽，原來有一些這麼好的計劃可以協助推廣我們的城市。咁最後咧，我又講一講喺我個 part 咧，我講一講就係咧關於嗰個加強粵港澳嗰個區域方面嘅合作。咁我哋有兩個建議，第一個咧就係話一程多站嗰方面咧，我哋希望咧第一，而家其實特區政府咧應該向內地爭取咧，就係進一步放寬現時咧有個所謂嘅144小時嘅便利簽證嘅安排。即係話咧，因為喺按照而家嘅規定底下咧。
其實外國的遊客來了香港之後，他是可以申請這個144小時的簽證便利規定呢，就可以在廣東省裡面呢就去玩的，但是他的時間呢就144小時而已。所以呢我們希望呢就是說能夠著量地放寬一下，其實144小時其實都是6天的時間而已。如果稍微可能啲遊客難得嚟到香港，難得嚟到去到內地，想玩多少少嘅時間，咁其實我覺得咧有相關寬限多少少咧，就可能會好啲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方面我哋希望係可以爭取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關於遊輪旅遊嗰方面，又係同一程多站有關嘅。我哋希望咧就都係向同樣向中央咧可以爭取咧，就係話如果喺香港上船嘅一啲內地嘅遊輪的乘客呢，他們如果去到東南亞的國家或者去玩，他航程啟程回去以前呢一般就要回來香港，但是呢我們就想過呢，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內地城市都跟我們競爭，他們都開辦遊輪的那個旅程，就直接在內地出然後就回內地，所以呢我們為了方便到內地的那些遊客，如果他吸引他來香港坐我們的遊輪呢，會不會去那程呢就去了那個當地，然後返程的時候呢就直接可以回去內地，那就可以省回一程，那其實相對他們來講就方便一些，那就吸引他們呢可以來香港搭第一程呢去第二度玩，那就希望呢這個一程多站的安排呢可以向中央呢是爭取。那關於智慧城市和一些文化傳承嗰方面發展旅遊新景點咧，我交翻俾我哋同事去講。不如我俾鄭榮信可以講講嗰個發展一些文化有關嘅旅遊嘅新項目。好啊，咁多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啊。咁咧即其實香港咧過去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旅遊城市啦，好多即外國嘅遊客咧都好喜歡嚟香港旅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景點。不過近幾年咧，似乎咧即係個個嘅遊客咧都希望咧係進一步咧了解香港更加深嘅，所以咧都依、這個都係、這個、一個世界嘅趨勢啦，即係希望發展一啲新嘅旅遊深度，特別係深度嘅旅遊啦。所以我哋第一點咧，特別係建議咧，係希望可以咧政府咧係拉動更加多嘅部門同埋行業咧，就係、是、推動一啲咧即係有主題式嘅旅遊，包括咗科技旅遊啊、體育旅遊啊、美容啊、文學藝術等等。咁呢個咧我都有啲經驗嘅，但係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再講少少。第二咧就係關於咧文化傳承，設立文化傳承發展基金，就係、是、推動咧即係文化習俗嘅技藝咧，咧就叫阿俊遠咧就幫大家咧補充關於咧點樣係可以傳承。不過我哋咧嚟緊西九文化區咧就即係好快咧就會即係落成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硬件嘅配套之外咧，亦都希望更加多嘅軟件咧可以傳承我哋嘅傳統文化。第三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傳統嘅工藝啦，亦都係可以迎合到一啲嘅年輕中產家庭嘅口味嘅，咁啊亦都可以咧係有啲嘅短途嘅體驗工作坊。咁啊第四咧係關於咧就係、是、一啲嘅文化特色嘅主題多媒體燈光舞蹈音樂匯演啊，等等 EQ 咧呢個佢係好有一個諗法喺度嘅，咁啊等等 EQ 咧又再同我哋講。咁咧關於主題旅遊嗰度咧，我自己有幾個方面覺得咧都可以再諗，即係深化一下。即作為深水埗嘅區議員咧，其實我哋見到咧有好深水埗區咧，如果大家行開深水埗都見到咧有好多遊客嘅，佢哋咧對於咧即係好多呢啲旅遊特色咧係好有興趣嘅，包括咗我哋啱啱咧搞完恭和豆腐花啦，咁啊恭和嗰度咧就而家其實咧日日都好多外國遊客咧喺度食豆腐花嘅，咁啊另外亦都有佢即係附近亦都有好多即係保育嘅項目，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可以喺發展一個旅遊嘅即係一個 tour 係去做嘅。其實而家個社區咧都喺我哋都度傾開咧，即係區議會下面咧其實都有呢啲嘅工作，但係似乎咧個面咧都唔係好夠闊嘅。咁呢方面咧我哋建議即係可以再深化一啲。第二咧就係、是、即係大家又知道我都係一個中意體育嘅人，咁啊其實咧過去咧就喺個體育旅遊嗰度咧，香港咧其實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咁啊今朝早咧就大家都全部去曬杜海泳啦，好多即係傳媒嘅朋友。其實香港而家有好多嘅國際嘅體育城市嘅比賽咧，都係做得係幾成功嘅。即係譬如以渣打馬拉松為例子啦，我睇過啲資料咧，其實今年咧係有超過10,000個嘅選手咧係報外國嘅選手、海外嘅選手咧嚟香港跑呢個馬拉松。咁啊，係佔咗咧整體嘅12.5%，係比舊年就前年咧15%係多咗唔少人。咁當中佢哋都有講過嘅原因咧，就係佢哋透過旅發局咧係做咗一個大量嘅宣傳，喺海外咧做咗好多廣告，亦都提升咗個形象。所以咧就喺嗰個馬拉松嘅項目裏面咧多咗咁多嘅外國嘅選手嚟。咁啊，其實咧呢個嘅體育項目嘅旅遊咧，其實而家好多國家都爭嘅，即係譬如咧，我以東京馬
拉松為例子，東京馬拉松佢有個基金咧，係專係處理呢個馬拉松嘅項目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人去跑東京馬拉松，點解係咁大嘅城市，每年爭分頭都要去咧？就因為佢成個嘅配套嘅經驗咧，係個體驗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咁我相信呢個咧都係可以參考啦。究竟我哋香港以馬拉松為例子，可唔可以再提升一啲，變成一個亞洲嘅整體嘅城市咧？咁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好多國際龍舟邀請賽啊、Rugby Seven 啊，咁諸如此類。其實呢啲咧都係有好大嘅空間去發展嘅。咁啊，第三咧就係關於嗰個啟德發展區，都講下可以講一下嘅。其實咧，而家咧啟德郵輪碼頭咧，除咗頭先等陣 EQ 會講下關於嗰、那個燈光舞蹈音樂活動之外，我哋見到咧，而家啟德郵輪碼頭咧，其實有少少嘥嘅，即除咗係啲遊客喺個郵輪嗰度上落之外咧，其實嗰個地方咧就即係而家好少嘢喺裏面。咁而家但係咧，我哋喺九龍西區咧，見到土瓜灣咧，而家就面對緊好大嘅困難咧，就係、是、好多遊客咧就逼曬去土瓜灣住宅區嗰度去買朱古力啊、買手信啊。其實對於當區咧亦都構成一啲嘅壓力。咁我哋其實當中有一個建議，就希望咧啟德郵輪碼頭嗰度咧，喺嗰個商業元素嗰度可以做翻好啲，係希望咧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咁呢個亦都相互相成啦，即係如果我哋有啲好嘅節目喺嗰度，就更加咧係可以做啦。咁啊，最後咧就係關於嗰個西九文化區係需要部署，即係我哋期望咧西九文化區嘅落成之後咧，係可以帶動更加多嘅文化歷史、粵劇啊、粵曲啊、戲曲啊等等咁樣咧，係可以推動到更加多嘅即係旅客咧會嚟香港。俾阿俊耀補充先，多謝大家。咁我就會咧喺一個嘅文化旅遊方面啊，或者咧發展咧旅遊新景點嗰度咧，就會補充多少少。咁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咧希望咧個原則咧係可以分流旅客。咁所以咧提供多一啲嘅旅遊產品嘅多元化，令到吸引呢多元化客源咧嚟香港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嘅。咁其實咧，除咗我哋傳統嘅旅遊嘅區域之外咧，其實咧有好多咧區域咧係未開發或者未開拓，例如我哋所講嘅屯門區。咁屯門區咧有好多嘅海灘之類嘅景點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咧有一啲鄉村嘅文化。咁我哋咧認為咧，喺呢個推廣同埋傳承本地文化習俗同埋咧傳統技藝呢方面咧，我哋都要多作一啲嘅功夫。包括咧係可以咧設立呢個文化傳承發展基金，吸引咧多一啲嘅年青人可以咧學習同埋咧投身咧相關嘅行業，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咧要發揚咧保護呢一啲嘅非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相關嘅做一啲嘅工作。咁我哋咧亦都講緊啦，例如屯門區喺呢啲鄉村嘅文化方面咧，例如打醮啊、天后誕嘅巡遊啊，喺區裏面咧亦都咧非常之受歡迎，亦都咧吸引好多咧九龍啊或者香港嘅市民咧入到去屯門區去參觀一齊參與。咁如果咧我哋可以將呢啲嘅文化嘅旅遊亦都可以推廣出去咧，俾外地嘅旅客咧，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咧吸引更多嘅旅客咧嚟到香港一齊去參觀。咁除此之外，頭先我都提及過啦，一啲嘅體驗工作坊，好多地方咧都會有啲嘅烹飪啊之類嘅呢啲工作坊嘅。咁其實香港咧暫時咧都可能咧會有一啲嘅書法嘅工作坊等等。咁其實咧，如果我哋可以擴大呢一種嘅旅遊嘅產品，例如可以有場所啊，教導我哋嗰啲旅客啊去做一啲嘅食品啊，例如麵條啊或者係中國糕點啊等等嘅食品嘅製作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咧創立一個咧香港製造嘅旅遊品牌。咁頭先咧亦都講過啦，有關於咧一啲鄉村文化等等嘅旅遊。咁我哋咧亦都咧係希望咧就政府咧可以咧檢視翻咧生態同埋有具歷史特色嘅村落同埋地帶啦，例如會研究一下呢個荔枝窩啱啱十二棟村屋個復修嘅個案，可唔可以擴大到某一啲可以做到嘅鄉村，例如一啲祠堂啊，或者有一啲嘅地方啊，係鄉村嘅地方係可以令到吸引到咧旅客咧去上嚟香港去參觀等等。咁除此之外啦，節慶等等嘅節目亦都可以講講一啲運動啦，例如咧屯門咧可能會唔會可以將原本集中喺香港九龍等等嘅長跑活動可以咧擴闊去到其他嘅區域，例如嚟緊屯門可能會有馬拉松啊或者長跑嘅比賽，可以吸引多啲嘅旅客去到香港嘅唔同嘅地方嗰度去參觀同埋咧去
做到一個分流旅客的一個的目的咯。咁啊，亦都交俾各位委員咧講一講有關於香港特色文化嘅匯演啊，同埋咧呢個會展旅遊嘅方面。好啊，唔該曬俊遠。咁咧就我哋個報告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睇我哋呢份即係比較詳細嘅版本咧，裏邊又會有更加多嘅資料嘅，因為今日時間有限，咁我哋就講唔到咁多，咁我哋就爭取幾點嚟講。咁我想即係再重提咧，其實咧旅遊業咧對全球同埋對本港嘅經濟發展嚟講咧，都係十分之重要。咁咧就根據全球旅遊業行業組織嘅最新嘅報告咧，都已經好明顯咁指出咗，其實旅遊業咧比工業啦，甚至金融同埋銀行業咧可採創造嘅就業職位同埋經濟增長咧，其實都係更加高嘅。咁佢哋而家預計咧嚇未來十年咧，旅遊業喺全球嘅經濟增長裏邊咧，每年嘅複式增長咧將達到4%，比佢哋估計嘅其他嘅經濟增長咧2.7%為高。咁所以咧大家睇呢啲數據咧都會知道，旅遊業咧係全球所有城市嘅必爭之地嚇，即係個個都要喺旅遊業上去做。而喺香港咧，旅遊業都創造咗超過400,000嘅就業職位。咁其他相關嘅行業，包括飲食、零售等等咧，其實都受惠於旅遊業嘅。咁就所以旅遊業對香港嚟講咧十分之重要。咁我自己本身咧即係極之中意旅遊咧，咁所以咧我已經去過超過60個國家，超過300個地方同埋城市。咁所以我去到每一個地方咧，其實我都會特別去留意佢哋點樣去推動佢哋嘅旅遊業發展。咁希望咧可以取啲經驗喺香港係咪可以應用到咧咁。咁大家知道香港地少人多，咁所以咧我哋嘅報告咧亦都係要求咧，即係希望嚇未來香港旅遊業發展咧係重質而唔係重量。我哋應該咧盡量咧去吸引更加多嘅高消費嘅人士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咧嘅逗留時間長啲。過夜旅客咧其實咧對香港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反而咧就如果太多人湧嚟香港而低消費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仲負荷唔到添。咁所以我哋就要諗啦，未來香港嘅發展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所以我哋提出咗方方面面嘅建議。咁頭先咧都有提到咁多唔同嘅建議之中咧，我想抽幾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咧就係我哋經常喺啲立法會，我哋講親天生旅遊咧，政府都會話俾我哋聽啊，海洋公園啊，同埋迪士尼樂園啦，或者昂坪360啦等等，點樣再就係擴充啊咁。咁但係香港咧不能淨係依靠幾個大型嘅景點嘅，我哋必須要分散。咁所以頭先鄭永信啦，同埋俊遠都提到咧，其實我哋希望咧帶動多啲深度嘅有特色嘅旅遊，令到咧吸引更加多高消費嘅自由行嘅旅客嚟到香港，而佢哋嚟到香港咧係會去到分散去唔同嘅地區去深入去體驗我哋香港嘅經驗嘅。咁另外咧吸引多啲高質素旅客嚟嘅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更加促進我哋香港會展會議業嘅發展。咁咧就早前咧民建聯都不斷要求政府盡快去擴展我哋香港嘅會議展覽中心啦。咁就好開心政府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就落實咗，就話會盡快將灣仔海旁三中嘅政府大樓咧改建為會展嘅第三期同埋酒店。咁咧就呢個咧其實我希望即係政府快啲，因為講咧其實已經講咗好耐㗎啦。但係做咧，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段時間。但係我哋而家香港會展香港呢邊嘅會展已經飽和啦。咁但係今次咧，佢哋都冇提到亞洲博覽嗰方面會有擴展嘅。咁但係亞洲博覽館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咧其實都幾旺㗎開始。咁如果而家唔去諗未來嗰個發展同埋擴展嘅話咧，再到佢哋真係完全飽滿曬，即係冇得好似而家咁樣，即係排插中插入嘅時候咧，先至去諗擴展咧，又太遲。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灣仔盡快搞。亞洲博覽館咧，亦都盡快開始去諗嘅擴建。咁咧就另外咧我哋喺度諗點樣可以令到多啲遊客留留到香港內啲咧。而家咧香港咧係缺乏大型嘅有代表性嘅大型嘅表演項目嘅，尤其係户外嘅表演。我哋淨係得環彩榮香港，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呢個項目已經好多年啦。咁咧好多旅客咧重複嚟香港嗰啲咧都唔會再睇啦，因為已經睇過啦嘛，即吸引力已經大減啊。咁就另外耐唔耐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喺太空館做嗰個雷射表演啊，即係喺文化中心嗰、那個，但係咧嗰個又唔係成日做嘅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冇乜嘢即係啲大型嘅項目，就係嚟到香港一定要睇完先走，唔睇咧就冇嚟過香港嘅。咁參考其他好多唔同嘅城市或者地方，譬如我哋內地，我哋譬如西湖，咁我哋有印象西湖啦，桂林有印象流三者啦。
在其他譬如你去埃及在金字塔前面會有一個 night show， 即是夜晚有一個表演。很多不同的地方和城市都會就住有自己最特色的背景的地方去做一些大型的户外表演項目的。而這些項目呢，如果是好像印象西湖那樣，我訪問過他們呢，其實會創造大量的青年的就業機會。好像印象西湖呢，創造了過千個青年的表演工作者和舞台製作 的就業機會的，也吸引到遊客呢非要看完先走，你要留多一晚。而香港呢，我們有一個很獨特的維港背景，而剛才鄭永俊都有講到，其實我們啟德郵輪碼頭呢現在都是一個就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郵輪碼頭那邊呢就即係冇乜人流，冇乜人去。咁但旁邊呢又有空地，都有地方。咁所以呢我會建議，我哋就建議政府呢係就住未必一定嗰度嘅，如果佢搵到更好嘅地方，但係啟德郵輪碼頭係一個幾好嘅選址。如果喺嗰度可以做一個綜合嘅多媒體嘅燈光舞蹈音樂嘅大表演呢，喺維港背景底下既可以帶旺到當區的旅遊啦，善用我們現在啟德郵輪碼頭即是這個地方啦，亦都可以帶旺當區的各個特色的旅遊，亦都可以創造一個很好的有香港特色，可能有香港文化背景的這個大型的表演項目，亦都可以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我跟個文化界的朋友傾過，個個都覺得可以做，亦都應該要做。如果政府願意拎這個項目出來的話，我很有信心都會有很多的文化的團體和組織願意 去投資去做這類的項目，希望可以為香港增加多一個有特色的旅遊的景點和項目。另外我們第三點有提到就是推進智慧旅遊城市的發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很多去旅遊的朋友都會拿著手機用不同的 Apps 去找，其實我們香港都有香港的香港我的自由行程的應用程式的。如果大家拿這個 Apps 下來看的話，你就會發現其實裡面有很多內容的，但是呢第一呢就比較慢，第二呢就是不是那麼方便去用。我們都很想拿著 Apps 呢由一個景點去另一個景點編排行程的時候呢都可以有其他的訊息，例如坐什麼車可以去得到最方便最快什麼價錢。但是現在這些的資訊呢其實不是一個綜合的平台來的，所以我們希望呢旅遊發展局呢可以和其他政府部門和運輸系統的公司去合作呢，就優化提升現在這個 Apps， 令到呢真的做到以人為本，可以推廣到。另外呢就都希望香港真的發展推進智慧旅遊城市的發展。現在呢機票啦、車票啦、遊輪啦等等呢很多的行程啦、購買等等呢都未是全部可以在網上做完，我們希望可以進一步做得更加好。就至於一些怎樣可以便利的通關的手續呢，其實呢都香港其實已經做得很好的了，多次往返的旅客呢我們都有這個e-度可以給他們去使用的。未來呢我們都希望香港也都可以發展譬如e-visa 啦，有些國家都是不需要即是申請 visa 是很方便啦。還有呢就是很多國家現在都慢慢發展呢就是不需要再填 form 的了，即是填一張填一次，跟住呢就以後只是更改這個行程或者你的交通工具呢其實就可以出入境呢就會快捷和方便很多。這些善用科技和善用資訊平台的東西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旅客來到香港的體驗呢更加便利更加快捷，對我們香港的印象更加好。整體呢如果我們在整個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上面做得快一點，來到香港的旅客呢也都會更加方便，就像巴塞羅那這樣，它是一個全世界領先的智慧城市，也都是全球其中一個吸引遊客最多的城市。在巴塞羅那每一個巴士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啲車去了哪裡，上 Apps 也都可以知道所有交通工具的連接性。這些呢都是智慧城市發展的推動，都是帶動了旅遊業的個發展，令到旅客呢有更加舒適和愉快的體驗。這些呢我相信呢都是我們香港未來的發展旅遊業上面應該要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地方。我們都是
拋磚引玉啦，即係提出呢啲即係各方面嘅建議。總共咧就係四大政策原則12項建議37個措施，咁就希望咧政府可以參考。咁最緊要唔好得個聽字，希望都可以落實到大部分嘅建議咧。咁每一個建議咧，我哋都好樂意同政府再進一步去磋商嘅。咁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問題，之後點樣其他補充。咁啊，睇下好啦。咁我哋睇睇大家有冇就今日我哋呢個發佈會或者我哋建議有冇問題，係請講係。係啦，咁你哋話要即係研究點樣放喺上策長松榜，同埋點樣發展智慧旅遊城市啦。但係政府咁啱近期又話要立法規管翻啲網上民宿平台，即係 Airbnb 嗰、那個嘅安全啊，同埋啲法例規定嘅問題。咁其實民建聯喺呢方面係有咩立場？即係希望佢拆牆鬆綁啊，定係希望佢立法規管翻呢樣嘢？Airbnb 咧都唔好淨係講一個平台 ，Airbnb 咧其實係其中一個平台嘅啫。一方面咧，我哋當然希望咧政府與時並進嘅，譬如呢啲共享經濟嘅平台啊，點樣可以法例上邊可以喺唔影響香港其他嘅居民嘅情形底下咧，我哋去拆牆鬆綁咧，我都係應該嘅。咁但係咧，亦都要考慮翻即係香港嘅總體嘅實際情況。嗱，譬如好似民宿咁樣咧，我哋希望亦都支持政府大力去推動鄉村或者係特色區域嘅民宿嘅，好似而家咁樣咧，我哋都知道荔枝灣嗰度咧，荔枝窩嗰度咧，亦都已經可以成功到去推動做到一啲特色嘅民宿啦。咁其他好多鄉村咧，都係好想向呢方面發展咧，我哋係好支持政府去做。而呢啲民宿如果去利用網上嘅平台去俾人哋做共享經濟啊，或者去做分享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我哋係應該大力去推動嘅。但是呢要考慮到呢，如果你說用到是香港普通的一般住宅甚至是公共房屋要來去即係做呢啲出租嘅房屋嘅話咧，我哋就收到好多居民嘅投訴同埋憂慮，因為始終香港同其他國家好唔同咧，就係我哋嗰啲多棟式嘅住宅咧，其實十分之密集嘅。咁而公營房屋咧，亦都係即係不容許作出租嘅用途。咁亦都同治安啊、保安啊各方面有關。咁就唔係淨係推唔推動共享經濟或者即係科技嘅發展嘅問題，呢個亦都係關乎即係整體香港嘅問題。咁所以我哋會大力去推動政府去發展民宿經濟，亦都係共享經濟嘅一種。但係喺即係私人住宅大廈，我哋要考慮到嘅就係其他居民嘅安全啦，消防嘅安全啦，唔希望有事嘅時候先至要去作出補救。咁呢個係必須要喺發展同埋即係安全方面咧做到一個平衡。其他的記者朋友有冇其他問題？其實咧，你哋嗰個建議書咧，有歸納出幾個國家嘅四個國家嘅一啲旅遊發展啦。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地方係可以香港借鑑嘅咧？可唔可以講一講？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仲有一個問題嘅。第二個問題想問一問，其實個藍圖入邊咧有講到提到一樣嘢叫水上的士嘅嘢。咁會唔會係即係你都有啲建議俾翻你水上的士？即係未來嘅營運究竟係觀光多啊，定係攞嚟交通，即係俾市民便利比較多？你哋民建聯有冇呢一方面嘅意見咧？因為我講一講少少啦。第一咧就係水上的士嗰度，我回應少少。我哋咧對於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實就係關於啟德嗰、那個正正頭先阿鄭永信都有提過，就係啟德郵輪碼頭咧，過去就一路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好似吸引力唔係好大，客流唔係好多。其實講緊嘅所謂嘅水上的士嘅安排咧，如果你問我哋民建聯咧，我哋有個諗法就係話，其實喺郵輪碼頭嗰度。是不是可以就做到這樣這樣的建議率先去先行呢？甚至這種這所謂的水上的士，就算我不用水上的士這個名字，其實它都是一種的旅遊的工具，可以讓他們基本上用一種即船的這樣的安排呢，去由郵輪碼頭開始那裡出發，在香港呢周圍這樣去看，其實是不是都已經是可以一個的吸引多些客源，或者吸引多些客流去回啟德的郵輪碼頭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我們的想法。第二樣東西呢，就是講到我們有幾個看過幾個國家的一些情況。如果你說舉例子這樣說，比如說就算在英國就算了，就是那些導遊去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導遊在不同的地方去，比如說介紹或者擔任導遊來說，其實對他們都有一些特別的要求，就
即係比如話好簡單，佢點解我哋今次嘅建議你見到咧，就係我哋鼓勵啲導遊可以增值，特別係對一啲景點咧，佢可能有啲 course 要讀嘅，嗰啲 course 咧其實讀完之後咧，呢啲課程可以令到佢哋對於嗰笪景點咧嘅特別嘅歷史同埋知識咧，有更加廣泛同埋更加深入嘅認識，咁啊有助於咧佢當佢去做導遊嘅時候咧，佢推介呢笪地方，去介紹呢笪地方俾嚟嘅旅客咧，係更加有效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認為可以借鏡參考嘅地方咯。呢點咧，嗰個關於嗰個從業員嗰度咧，我哋都覺得可以補充。其實咧，香港而家咧喺個深度遊嗰度咧，其實就即係嗰個導遊其實好緊要嘅，因為佢對於嗰個地方嘅了解，以至到佢嗰個文化歷史咧，係個了解係好重要嘅。我哋見到而家咧喺政府之前咧，旅發局曾經推動過嗰個導遊嘅義工計劃咧，其實係有空間咧係可以再擴闊一啲，讓到更加多咧，即係可能有退休嘅人士啊，以至到有相關嘅經驗嘅即係從業員咧，可以增強佢哋。提供更加多的支援。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咧喺施政報告咧，今次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希望係推動咧，就喺深水埗區嘅傳統工藝嘅事啊，結合一啲年輕嘅設計啊同埋工藝，其實都係一個文化歷史嚟嘅。譬如有呢個從業員當中咧，係可以咧，即係或者係一個導遊咧，係提供一啲更加多嘅説法咧，其實對於呢個深導遊咧係有幫助。咁啊，另外咧，我哋都收到咧，大家如果有興趣之後都可以傾下。我哋有啲旗袍咧，而家咧嗰個有啲。有個叫體驗工作坊，我哋都認識一啲專係做旗袍嘅師傅咧，佢都話：，我哋都可以教啲即遊客咧，可能整一個旗袍經歷咧，可能兩個零三個鐘頭嘅。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深度嘅即係體驗嚟。我相信呢啲咧係而家即普遍大國際嘅趨勢咧，係喜歡嘅呢個旅遊方法。我補充翻頭先提到關於海外嘅經驗嗰度啦。咁如果睇翻我哋呢一本啊，即係比較大嘅呢本嘅第二部分，即係由page 24第24頁開始咧，其實都有幾大嘅篇幅咧，去介紹每一個城市我哋嘅一啲嘅睇見到嘅。咁而第25頁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組織咗一啲即係睇到一啲趨勢或者共同嘅特點啊。包括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呢幾個地方，包括新加坡啦、韓國啦、英國同澳洲呢四個地方咧，其實都好積極去推動發展佢哋嘅旅遊業嘅。咁佢哋咧認為發展旅遊業咧，大家都覺得啦，係提升國家經濟增長同埋國家競爭力嘅即係有方法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會為咗去提升旅客嗰個要求咧，投放咗好多資源喺嗰個調查研究啦、人才培訓啦。同埋科技發展嗰方面嘅，咁另外咧大家都會共同去爭取個市場咧，其實都係中國遊客啦、海灣地區啦，同埋一啲亞洲新興市場，都係印尼啊嗰啲嘅市場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係爭取緊嘅咧，都係同一堆嘅遊客。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大力去做。咁同埋你都睇到咧，佢哋嘅措施咧，包括咗佢哋都有長遠嘅策略啦，協調各個部門去制定措施啦。佢哋會積極去發展新嘅旅遊嘅產品啦。他們會充分利用本身的文化和天然的資源建立品牌，個個都說會改善他們的入境簽證交通的安排，幾個地方都說會提升他們社會的數碼能力，以及提升行業的培訓和專業的態度，吸引更加多的人才去投身這個旅遊業。看到這些都是四個地方和城市都會做，當然我們相信其實很多其他的城市和地方都會做，所以我們才會提出我們今次的這一系列的建議，希望去保持到我們香港即作為世界旅遊城市的競爭力。我想問咧，其實話要發展一程多站啦，就要放寬而家嗰個144小時個簽證問題啦。其實民建聯有冇話想簽證嗰個放寬期限係去到幾長啦？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嗰本藍圖入面建議書入面47頁其實講過話，想研究發展一啲新主題公園嘅可能性咧。其實想問一下，而家香港有兩個大型嘅主題公園啦，其實都係。財政又不是那麼理想的情況之下，其實會不會擔心再成一個新的主題公園，其實會令到兩間東西構成更大的威脅呢？謝謝。先回答那個一程多站那個問題先。一程多站那裡呢144小時加就是那個限制，我們就希望它有所放寬。但是至於你說要放寬到什麼程度呢，當然我想都是先是如果第一步來說就稍有調整，因為144日其實講緊都是6日，如果比如說你增加多
兩日或者三日，咁可能去到甚至話去到十日咁先算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適量嘅調整先嘅啫。咁其實如果稍微放寬下，好老實講，如果喺香港出發，跟住再去內地，再翻嚟香港，然後先走，咁好老實講，多少少時間，起碼我哋都鼓勵佢喺呢個一程多站裏面咧，逗留喺香港嘅時間都可以有所加長嘅。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如果稍微調整，比如話舉個例，可能加多兩三日俾佢，可能去到十日咁。咁可能係相對方便佢嘅啫，呢個就第一樣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新嘅所謂主題公園嗰個安排啦。其實嗱，我哋都好強調一樣嘢咧，就係、是、就算真係要到時要研究要執行嘅時候咧，大家好強調呢個都係私人嗰、那個商業嘅行為。即係如果佢真係要嚟嘅，講真有一啲新嘅主題公園要嚟嘅，當然我哋希望呢個就係一個 purely 係即係純粹係一個商業嘅行為啦，就唔係話要政府去抌埋錢俾佢去做啦。即係我諗呢個又要搞翻清楚啦，其實都咁至於我哋反而咧，我哋比較強調咧就係話，因為都好希望咧，其實就呢笪地方我哋香港咧，國際嘅遊客嚟嘅時候咧，都可以係有多啲唔同嘅景點，多啲唔同嘅亮點俾佢哋去玩。咁所以其實多啲嘅競爭咧，我認為就其實對旅客嚟講個吸引度係大，等佢哋多啲選擇咁解嘅啫。即係我諗呢樣都係要講翻清楚嘅。唔該。好，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你喺大本嗰本都有講過，即係高鐵一地兩檢對香港旅遊嘅重要性啦。咁嚟緊呢個禮，即係嚟緊個禮拜啦，就都繼續翻個議會啦。咁其實有冇或者你哋有冇即係建制派有咩招數去應對泛民繼續拉布咁樣？我哋都希望即係實事求是，反對派就唔好用拉布嘅方式咧去拉到呢個高鐵，因為 95% 嘅工程已經完成。我相信香港人都唔希望見到去到而家臨門一腳咁，突然間因為拉布咧，成個高鐵冇咗。所以希望下個星期咧能夠順利咁通過到，咁啊可以啟動個三步走，希望預期喺2018年嘅第三季咧高鐵可以通車。冇錯，按照你咁講咧，其實呢個高鐵咧對於我哋嚟緊嘅旅遊。發展咧，都佔有一個好重要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希望盡快，希望立法會議員咧可以盡快通過呢一個《旅遊條例》。好，使唔使補翻張相？仲需唔需要補多次張相？需唔需要？好啊，我哋補多次啦。係啦，我哋起身就。